好揭晓，为什么？你看到我一堆黑片，不同的那种反射，那种反射，那种反射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我很喜欢漂亮的。OK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我最近一个新的发明跟上次不一样的？为什么不一样？就是因为我们好像我们那个是一个裤子的角来的，剪出来。啊，很好笑啊！我已经做了一个了，那个款式，还有剪它一条条，令它戴上去，令到它好美这样哈，这样好美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呢，如果用这个呢，如果用这个面绑住呢，它很厚啊，很戴起来不太舒服啊。所以我是刚刚发明了的。刚刚发明了的啊！我首先呢啊，将呢度我绑住来先啊，给它啊松松先，唔好这么紧啊，比较松的，比较松的啊，比较松的。咁然后呢，那个位置，然后到我的头啊，固定啊，对这里也是放多一个啊，一共放三个。以前放一个很厚，哎呀，戴起来好像好不舒服，所以我现在要选择个新的方法，就是如果我们遇见个那比较厚的，贴片比较美的厚的，咁就是用呢个方法啊，用两条呢条松松先啦，唔好这么紧先，然后将两条啊，这样，这样，然后。啊，套在里面先，套在里面，我们就首先将它锁住先了，OK，将它锁住了，锁住之后，将你两个拉进来，将你两个拉进来，然后将那个还有拉进来，拉进来一共三条，就是用一种两个，然后将第三条，将它两个。扣住就变成我绑起来不会这么厚了，还松松了。咁啊，如果这样啦，那呢度咁啊，我们就剪了啦，剪了啦，拉紧了，拉紧一点先，拉紧了，剪了。咁啊，然后呢，有好多款式，你不管它也可以，你管它也可以。我觉得呢度一条条很难看。OK，你可以这样。剪开，剪一条条，剪一条条，剪了剪得好像那个黑片这样，好像那个黑片这样，一条条戴上头，在尾巴那种好美的了。还有如果你那个长方形的，也是用那个方法绑两个两边线，然后固定这样。所以每一个款式是不一样的如果你遇到那个是三角形的，也可以如果薄薄嘅就冇所谓，如果厚厚嘅，用三个竖绒条如果你看我很多款式，还有你自己 design 很多个款式嘅喺入绑一个结口啦，如果戴上去咧，好像一种 lucky 感觉，好美啊！所以如果你买一个 hairpin 也不便宜，如果你说我乱乱丢，唔知放在哪里，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，找一个 hairpin。绑住自己嘅头发，又唔知哪里找，很多东西做的时候，所以变成我们的很麻烦，浪费我们的很多嘅时间，所以用呢个方法最好嘅。首先我们家里呢就准备一包呢个锁先啦，咁然后呢布呢很容易解决嘅啦，随便拿一条衣服也可以。OK，我这次嚟到这里啦，拜拜。